哎，老板，大哥，你在这儿呢？啊，来，干啥？给你拿的。不是给我的？嗯，你从哪来的烟，老板？哎呀，我爸的，我妈不让他戒烟嘛，让我处理了。不是，这可是好烟。好烟，以后你就抽这个呗。不是，老板，我抽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十块钱的烟，你想抽你就随便抽呗。多少钱？十块呀。谁说的？我爸跟我妈说的。啊，那个董事长说的。嗯、哎呀，那可能是涨价了，以前才卖9块。是吧？啊、对。我就说我妈不可能让我爸抽贵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。这一点你必须要向我爸学习啊。哎，对，必须学习，必须学习。对了，那个老板，我给你1000，你让叔叔再给我买10条呗。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买？你不知道这个烟特别难买，一点都不好买、啊。那也不对呀，你要是买10条的话，应该给你便宜，用不上1000块钱呀。哎呀，多出来就当我孝敬叔叔了，是吧？但是你一定要记好，让你爸当着你妈的面去买。为啥呀？你爸不是戒烟了吗？你说万一他偷偷抽，你妈刚好还能监督他，是不是？说的对。行，那我这就要去买啊。哎，那你快去吧啊！你等着我啊！来，快去。